现在亚米爸爸在开车要带我出去，结果呢，我们发现了一件事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个后照镜上面有一只类似像螳螂的东西？蚱蜢，蚱蜢哦。然后亚米爸爸现在时速大概110，他还是没有要下去的 feel 哎。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，如果他下去就死定了，好不好？而且他好厉害哦。超强的，不知道他真的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吗？撑住啊！下去再让你离开啊！那可能是目前移动速度最快的。哦，飞走了！再见。因为他刚刚两只手伸起来就飞走了。希望他平安无事。拜喽。